云林县玉竹的同家家的树中是全台湾最多的，现在农民玉头山普遍听说会送到推出无就会降雨的好送机构去进行检查，是当好事又好讲。对于云林县政府同台湾太好生物资源可以农好研合作，地府民生地通过七片整顿中心，而民众做得把握黄金的时间同头山秋区送去检查，加点按药来监控七片同损失共度最大。三二一，请剪彩。客家乡下剪彩庆祝土木测评检讨中心正式启用，其实去年台湾大学省农后剪，基金投入林县的农业育成推广中心成立土木测评检讨中心，但是人气空间较细，设备面唔啦，所以托户外用两个货柜屋来增设实验室同解剖室。这里虽然看起来是货柜屋，可是经过我们修改，把它修整以后，符合政府的要求，而且重要的是符合实验室的要求。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们可以方便快速的分析以后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这是我们第一线的设备。云林县玉头山的太监为了强化专业的医疗同时的安全，云林县政府同台泰省农后院合作成立土木测评检讨中心，而部分农业者是在不是做安全知识的填表中画片。较早咱拢去嘉义大学检验，也是中兴大学检验，所以啊，咱即马在咱后背的有啊，可无但见咱云林县政府嘛，甲咱检验费用补助一半，哦，这嘛是真好的迄、那个。得证了啦，他们是一个 case 来计算那个价格的话，我们就以他开始，他要送病理检验或者血清学检测，他们的费用我们就是以政府这边会补助一半，就是说原本假设是4000块，我们就会补助2000，然后他们用2000块来送检就可以。云林县政府讲，台湾基金正式对抗疫情的日期出名，联系专业者同防疫人员按多年来强化的答辩，用相关科学合作协同物资片检讨中心，至少做到监控欺骗的载体医疗，为通过欺骗防治做好新的方式。客家新闻李新龙云林报道。